特别不舒服啊，特别不舒服啊，特别不舒服啊，特别不舒服，特别不舒服啊，经常的一根绳子这样，啊这样，这样，那个尾巴就拐过来啊，拐过来啊，尾巴拐过来，尾巴拐过来，在那边走的时候，这是个，现在我看到那个，哎，变形金刚啊，变形金刚抓着这根绳子啊，变形金刚，抓着这根绳子啊，变形金刚抓着这根绳子，拉着这根绳子。变形金刚拉到这个绳子，把中南海围起来啊！现在变形金刚啊，变形金刚拉到这个绳子啊，变形金刚拉着这个绳子啊，这个变形金刚拉着这个绳子啊，变形金刚拉着这个绳子，在拉的时候，拉的时候，这时候一些些蚕丝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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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些些蚕丝。一些些蚕丝，一些些蚕丝，一些些把蚕丝啊，把它缠住，把它缠住，把它缠住啊，把它缠住，把它缠住，把它缠住，啊，把它缠住，把它缠住，啊，把它缠住，啊，把它缠住，啊，变形金刚，拉着这个绳子，一些些把它缠住，啊，一些缠住了，啊，一些些缠过了，啊，他把那个中南围困起来了，啊，围困起来了，啊，中他把那个海啊。把中南海围困起来，这个时候李逵也到了，就在里边一边砍杀啊，一边砍杀，把里边的一边把砍杀，谁也逃不了啊！那个红墙里面谁也逃不了啊，谁也逃不了啊，谁也逃不了！哎，干得好痛快啊，干得好痛快啊！好，知道了啊，看到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